组合火力也是非常的高。来看一下塔隆的上路哈纳比，比较熟悉的除了我们目前版本的二以外，船长倒是他个人非常喜爱而且在使用上也非常好的一只角色。船长我觉得是在 PC 的人，我们熟悉的凯文直接来了，要来逼的一个闪现刷，都还在闪现的一个勾，在勾到城中野隧道，来到了五十。这个兵线并不是那么大多，但这个控制有到的话，木有用闪现直接规避，但后续的进攻，弹出是没中的蜘蛛还是不断往前咬，上吊蜘蛛选择往前继续贴，贴到鳄鱼死亡之后再交闪现 Gemini。待会再来回顾一下，前面这一波。W 确实是太容易了啊！这一波这个哈拉比的失误有点严重，因为他应该是知道对方蜘蛛控到了河蟹，然后控住了上半部的视野，李欣已经被迫的驱赶到下路，所以他知道自己有可能是代表对象。其实打得还不错，哈拉比是顺利的先抢到六等，但后续的伤害 PK 反砍，把哈拉比的一个精灵天下给砍出来了。这边先把大给逼掉，那这边 PK 等下就多一道大劫，两边都没有闪现。其实对 PK 来说，这条线路还不错。螳螂捕蝉，蜘蛛在后啊，直接出来盘蛛丝，被哈拉比的一技能躲掉，三速鞋出了起来。哎，加入到哦，小碰撞了塔龙，一手留住了 Koala 交出闪现，躲出了20领域的范围。后方为 Bruce 大局还捏在手上，没有尝试直接进攻。后期看到 Unify 不断往前点，才用弹幕想劝退对手，但 Unify 没有想要后退的打算，不断的点用治愈加速。那两层护甲而已。前面其实虽然说 PK 在对线的部分是有先打出，喂，来看他这边的进攻，想痛打一套，蜘蛛扛到最后，法奥斯也已经赶到，多连锁并没有中被哈拉比闪现。不过后面坐车来了，是坦肯奇，打着好运姐想包抄。进对面野区的凯威，凯威一个人不断拉扯，但是毒蛇舔到之后已经残血交了闪现，再拉个灯笼但活不了，好一点的伤害就算被压，所以虽然说是抓到对方回复可以打更深的机会，但他不但把这个眼睛拆眼睛擦了下去之后还想要拆眼，就有点太过贪心，因为对方在 recall 回来就是可以用贪狠期的大绝来做止，快送来啦。那对于凯威来说，这一个逃跑路线就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了，关键的一个毒蛇，这个拆眼真的有点太过头了，插个粉眼进去都对，这个效果很差，只能假吃巴龙真 poke， 能不能 poke 一点？红 buff 被人大口一吞啊，太过分！哇，这大口一吞，一吞就没了，有没有惩罚他？沉睡梦域睡到这一个小偷，那考完了。大拉拉走出来，没有警察能够处理，再一次睡，又睡到了这个小偷，哇，一个超级蛇头啊！当然这个蛇头掌控权当中，他们可以先把下一波出来的兵线给吃完，先给一炮，从中也睡到，不过卡洛斯准备贴伤后，左边是勾道，留住一手 PK 交出惊人，布鲁斯赶过来，不过他没有大绝，前面在下路交过的情况下，现在布鲁斯的发挥挺有限的，闪现下来，一口的一个毒药，哇！把龙给抢了，反而这边还卡到对方回家的路哦，全部五人都被卡在下半部。左车来了，马吉准备夹击，坦克骑士单人过来搭上了好运姐，在前方想要夹踢回来 ，Kitty 加了闪现拉到一个位置，还可以输出后面虚弱下来，玉女白被虚弱，只能边拉边退，前方的辅助队已经倒下。后续的伤害玉女白无法补足，对手马吉五人健在，那塔龙马吉在基本上四打五处理会战的情况下，靠着一个惊人，其实就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。这一场闷没有烧掉了，咬864被抢走了，是同等级的，那对两个jungle来讲就是50/50。后续马吉在处理这波团战的时候，其实好运姐是已经被李欣踢回来，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塔龙非常重要的生意条件，就是在会战当中要把好运姐踢到不好的位置，但这边因为没有鳄鱼的关系，因为鳄鱼前面的状况已经被打得太惨的关系哦，所以塔龙这种需要前排的阵容在找了最惨的夹送的东西都被吞光了，哎呀！绑到一套秒杀 ，Unify 应该连一声娇喘都没办法叫出来。哇 ，PK。
然是睡到这个滩水区，发了完全不发在右方的位置，又是兵不血刃搭上了一个大的 PK 往前，挂到了人就得死，瑟雷西已经倒下，凯文不见，而左边 River 也已经消失，剩下的人员有点难承受住一个毒蛇舔到 Unify， 赶紧用自己的水银解掉了缓速，不过后面穷追不舍的 Magi 人员兵不血刃再度挂上 Unify， 这次交闪现躲掉，只有两只兵，所以 Magi 应该再回去拿龙魂了。这里谁被 PK 挂到谁就得死啊，应该也都有预期对方在里面哦。那 PK 在这个时间点真的有点太巨大，你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会战的时候，哈拉比他是已经侧切想要去切对方的后排，可是在有 Tank 的保护之下，好运姐跟法罗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人碰得到他们的，他们又是领先的那一方，所以这个肥的应该说最惨的鳄鱼身上，但搭配这个火龙魂一下也就是七成血，海大隔墙多连锁，正面命中前方，就算有水也跑不掉的 Unify 直接倒下前方位置，这宛如是一个屠杀场啊！没有伤害，也没有防守，逃在此时此刻，只是一个待宰的羔羊。马吉 X 轻松解决，砍掉对手四个人头，这样对马吉来讲有点太简单了，有点太简单了，11-1的人头，而且海龙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任何游戏当中掌握住主动权的时期哦。就这么被结束了比赛 ，Magi X 这场打出了一个气势啊，7-3，那现在已经是8-3。这就是考验闪电的一个能力，这是一个运气。哇，强来了！这场被看得太惨了，西门，竟然是西门，西门炸弹炮。我觉得他根本不适合当街选手。高中先冲炸，装阿贵，射到对方拿下一花抓 Q， 主导冲打开开之后，哇，再一下，哇，天哪 ！Kimi 在最后一波打下了一个天哪！